我们的音乐呢？然后我们第一轮出问题，那我们是不是 cue 我们的？
默契。好，是给我音乐吗？那不是啊。那我们来个 DJ 吗？对 ，DJ。也太温馨了吧，但是在这冷冷天里，我的肚子还是他妈的饿。应该先把肉烤完吧，毕竟我们今天是夜烤。对，毕竟我们今天夜烤，我们要吃我们的主题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请各桌把我们剩下的食材给我烤完啦。耶，吃不完可以我帮你吃，吃不完可以拿来给我们吃 ，OK。好。